似一阵风，我几阵风，处处见面，两人寂寂心动，惊慌中看不一样的天空，我张开心胸，无尽的人笑，我知。像无尽的懵懂，我愿意在他手掌之中。这一阵风，这一阵风，人啊。把你妹妹丢在万恩寺，爹，我也是担心你的安危才。你置你妹妹于不顾，你还有什么道理可讲？爹，外头怎么那么多兵啊？啊，你没事啊？我？你看我像有事吗？你干嘛骂他？有六大门派，还有明教，他把你丢在那里不管。府里失火，哥也是担心你嘛。你没事吧？幸好发现的早，只烧了后院。明明啊，我担心你在万安寺里应付不了那么多的高手，正调兵遣将援助你。哈宗馆在，撤兵。是。小王爷，明明，我听说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你费尽心思抓了六大门派，现在却被明教教主张无忌放走了，你怎么还能说没事呢？奇怪了，为什么我的事情你都这么清楚啊？不过你放心，明明，我已经下令封城，这批人休想生离大都。教主，大哥，昨天晚上见不到你，原来是在为我们开道啊！教主，咱们出城吧。走。Thank you.
师太，一代宗师，平素行侠仗义，正气凛然，为我武林当中人所共敬。张教主相救，我中原六大门派将毁于一旦，我等非常的感谢。中原六大派原先与明教为敌，但张教主以德报怨，反而出手相救，双方仇怨一笔勾销，今后大家共同努力，共同破敌，你们意下如何呀？空文大师都开口了，我们还有什么意见？是不是啊？是啊是、啊、是、啊。张教主，我们也该回少林寺整顿了。今后有用得着我少林寺的时候，我等共同协力。我得告辞了。人死不能复生，请节哀吧。诸位只需继承师太遗志，师太虽死犹生。那我等就告辞了，告辞了，告辞。后会有期。告辞。好，请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无忌，有空回武当山聚聚。好，大师伯。嗯，好小子，不错，比你爹强多了。谢谢七师叔，你也多保重，有空回武当。师兄，我们动身吧。好。啊，告辞。走好了。好。秦叔，走啊。爹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陪芷若去峨眉。什么？去峨眉？嗯。芷若，我陪你去峨眉。不管怎么说，我还是要感谢你。教主。啊，我还有些私人的事要留在大都几天，你们先回光明顶去吧。那金毛狮王呢？我去就是了。这汝阳王这次受了挫折，一定会报复的。咱们明教不能一日无主。嗯，明教的事务就由杨左使来代理，你们以他为尊。是是。教主张无忌，对呀、啊，是干什么的呀？他是明教的魔头啊！明教魔头，啊！谁？小周，是我。小儿
三天两头就来问你回来没有，我看得出他不怀好意。公子，我好担心你会出事。你看，我不是好好的吗？哎，手上是什么？我在学着缝衣服，见不得人的。公子，应该口渴了吧？我去帮你沏壶茶。小昭，有件事情我必须跟你明说。只要公子不赶我走，什么事情我都答应你。我是朝廷要抓的人，跟着我。我就知道公子要说这种话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小昭要跟在你身边，天天伺候你。我是为你好，你在我身边真的很危险。我不怕。不瞒你说，自从在光明顶的密道里，我就已决定，不管你去哪里，我都要跟着你。除非你把我杀了，才能撇下我。公子，只要能够留在你身边，不管什么危险我都不怕。让我跟着你吧。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赵姑娘。我心里有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。昨天晚上我答应了赵姑娘要陪她去冰火岛，在海外之行波涛汹涌的，你没必要。有赵姑娘跟着你，我更加要一起去。为什么？因为那赵姑娘她心里恶毒，谁知道她会怎么对付你。有我跟着，起码可以帮你看着他。这，公子，好不好？哎，好吧。不过，如果你在大海上晕起船来，可不许叫苦啊。我不怕，如果我惹你生气，你就把我丢下海喂鱼。那我怎么舍得呢？好好的，为什么又叹气啊？我心里明白，公子舍不得的人多着呢。峨眉派的周姑娘，如阳王府的郡主赵敏，将来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呢。只怕日子久了，公子就把我这个小丫头忘了。小赵，你对我一直很好，难道我不知道吗？难道你以为我会是那种忘恩负义、不知好歹的人吗？我不知道公子为我做什么，我只希望公子能永远把我留在身边，让我好好伺候你，做你的小丫头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姑娘，姑娘，你去开门。姑娘，开门呐！有事吗？啊，没事没事。我是来看姑娘需要些什么。啊，不需要，什么都不需要。哎。曾公子还没回来啊？你怎么三天两头就来问一下我家公子的下落？怎么，你怕他付不起房租吗？哎，不不不不，姑娘说笑了。小二，还有事吗？哎，没事，打搅姑娘了啊。奇怪啊，明明听见有人说话。公子。公子。嘘，这个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。天一黑，我带你去见赵姑娘。我不要见她。你忘了我答应过你，要向赵敏借倚天剑斩断你脚上的镣铐。哦，是。郡主，郡公子真守信用啊。赵姑娘，昨晚之事在下诸多得罪，还请见谅。这没什么，坐吧。
怎么都没点菜啊？老板，照昨天的来一份。哎，知道了，酒先上啊。好，好。怎么不说话呀？哦，你以为你费尽心思将我捉来的六大派高手给放了，我肯定恼羞成怒，大发雷霆，或者是布下埋伏抓你归案，是吧？其实放走那些人也好，反正他们也不肯归降，我留着也没有用啊。你救了他们，大家一定感激你的。当今中原武林声望之高，没人能比得上你哦。酒来了，请慢用啊。赵姑娘，我来吧。赵姑娘，在下有事相求，先干一杯吧。赵姑娘，有事求我，才请我喝酒啊？我不喝，我倒要先听听你有什么事情求我。在下想借你倚天剑一用。原来是要看倚天剑啊。我，你的算盘真会打，你还没有借我屠龙刀一看，倒先跟我借倚天剑。那，拿去吧。小赵，你过来吧。啊。多谢公子，多谢郡主。你的教主愿意为了你跟我借剑，想必一定是十分疼爱你啊。谢谢。要是没事的话，可以喝酒了吧？哎，对了，有没有决定什么时候出发？就明天。明天？那咱们说好了，明天正午东城门见。嗯，好。不见不散哦。不见不散。赵姑娘，你还是算计我。我没有。给我拿下赵无忌。不知道。明明，你跟踪我。你一个人出门，我担心你的安全呢。我在问你是不是跟踪我。嗯。这笔账我先给你记上，放他们走。不行。你说什么？我，明明，赵无忌是侵犯，不能放了。我要你放人，当真不放？明明，你不要强我所难。明明，你要不放，我死在你面前。好，我放，我放。你先把剑拿下来。你先放人。好，全部给我退下。你们走吧。我误会你了，我跟你道歉。不见不散。嗯。明明，你现在可以把剑放下来吗？我并不是要跟你作对，你要抓张无忌我管不着，就不喜欢你利用我。你干嘛跳来跳去的？跳得我眼睛都花了。公子，这条铁链戴在脚上好一阵子了，现在突然拿掉，我总觉得轻飘飘的，不太习惯。峨眉派。公子，你说什么？我在光明顶见过，这是他们召聚同门的讯号。他们都已经走了，怎么又回到大都来了？什么峨眉派的弟子都集合在这里？周芷若，你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，论资历、说武功，
哪一桩都轮不到你来做本派掌门。今天我召来师父座下的诸大弟子，就是要你当着大家伙的面把话说清楚。丁师姐说的是，小妹是本派最年轻的弟子，不论资历、武功、才干、品德，哪一项都够不上做本派的掌门。可是师父命芷若当此大任，芷若原曾一再苦苦推辞，但师父立言重责，要我发下毒誓，不得有负师父的嘱托。敏君，师父依你，既命周师妹继任掌门人，必有深意。师姐说的不错，咱们同受师父栽培的大恩，自当尊奉他老人家的遗志，同心辅佐周师妹，以光本派武德。净空师姐，当时你不在场，你不会知道其中缘由。缘由？净玄说师父必有深意，这必有深意四个字说得好。大家还记得那天在万安寺，苦头陀和鹤比翁大声叫嚷什么来着？师父为何对芷若另眼相看？这还不够明显吗？他们说些什么了？此事攸关掌门之职，我峨眉派的领导之位，我不能不实话实说了。他，周芷若，是师父的私生女儿。静玄师姐，真有此说吗？所以我认定师父有私心，周芷若这个掌门，我不服。丁师姐，你若不服小妹接任掌门，尽可明白演讲，可你胡言乱语，败坏师父毕生清誉，就是不对。范幼使的随口胡说，竟成了丁敏君要挟周姑娘的把柄。你想任本派掌门人，可尚未得到本派同门的公认。哼，自己身份未明，在这作威作福，还指责起我，我的不对来。小妹先父姓周，乃是汉水操舟的船夫，不会丝毫武功。先母薛氏，祖上却是世家，父母先后为援兵所杀。小妹蒙武当派张真人之见，引入峨眉门下，在此之前从未见过师父一面。师姐，你深受师父大恩，怎么能在师父尸骨未寒之时来说这等言语呢？身世谁都会编，是真的。这不重要，我倒要问问你，既受师父之嘱继任掌门人，就该立即回归峨眉。师父逝世，本派事务千头万绪，事事就要掌门人处理，而你为什么突然一声不响，孤身一人返回大都？因为，哼，说不出理由了吧。师父临终交下一副极重的担子，所以非回大都不可。哦，担子？什么担子？说呀，此处除了本派同门并无外人，你竟可以明明白白地说。这是本派最大的机密，除了本派掌门人之外，不能告诉旁人。哼，你以为事事都以掌门人这三个字就能骗得了我？我问你，本派和魔教仇深似海，是不是？是。本派不少同门师姐丧于魔教之手，是不是？啊，是。师父逝世就因不肯受那魔教教主一托，是不是？是。那师父尸骨未寒，你为什么悄悄和张魔头私会？说呀。师姐你，我又胡说八道了。周姑娘回大都都是为了找我。你休想抵赖。师父尸体火化之后，你叫大伙先回峨眉，我当时就有所怀疑，但是我没有马上揭穿你。我一面以本门讯号通知各派弟子，一面呢，我就悄悄地跟在你的身后。哼，你一进大都，就挨家挨户地打听曾少爷张公子的下落。你说你不是找那姓张的魔头，是找谁？
子，周姑娘对你有情，惦着你呀。其实呢，你爱跟谁好就跟谁好，旁人原本管不着的。但是这姓张的魔头与本派仇甚似海，就是不行。师姐，我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我再说件大家有目共睹的事情。那日在光明顶上，师父叫周芷若刺张无忌一剑，他居然不躲不闪不避，还对我们周师妹眉开眼笑，而我们的周师妹也对他挤眉弄眼，不痛不痒的轻轻刺了他一下。试想，以天剑之力，怎能刺他不死呢？你们之间若无私弊，有谁能信？谁挤眉弄眼了？师姐，你不要尽说一些难听的言语来诬赖人。啊，我这话难听了。但是你自己所作所为，就不觉得难看吗？我讲的是堂堂正正，说的是入情入理。各位师姐妹，师父和魔教结怨太深，周师妹和那魔教教主的关系非比寻常，倘若她暗中出卖本派给那魔教，那便如何是好？就算师父有一言命周师妹兼任掌门人，可是他老人家万万没有想到，在圆寂之后，尸骨未寒之时，本派掌门人立即去寻他的魔教教主相续私情，此事和本派存亡兴衰关系太大。我想，如果师父今晚在此，他老人家也会另立掌门人的。师父的遗志，乃是要本派光大发扬，而不是要本派覆灭在魔教的手中。各位师姐妹，依我之见，咱们应该继承先师遗志，请周师妹交出掌门铁指环，另推一位德才兼备、资历武功足为同门表率的师姐妹担任本派掌门人。丁师姐说的有理，芷若，把铁指环交出来，另选掌门。芷若，交出来吧。不，这铁指环我不能交，我受师父的遗命不能交。这掌门铁指环你不交也得交。哎，公子，丁明君是峨眉派中最为刁钻刻薄之人，周姑娘柔弱忍辱，她只有被欺负的份。哎，不行啊，公子，这是峨眉派本门事务，外人不便介入，你要是出面为周姑娘抱不平，只有使她处境更为不利啊。可是眼见他被逼迫的狼狈之极，而我却束手无策。公子一向处事冷静，千万不可因意气用事，害他害己啊。啊，各位师姐听我说，芷若实在不想当这掌门，可是我曾对师父立下重誓，绝不能有负他老人家对我的重托。师父已经过世了，说句难听的话，你的话死无对证。本派门规，严见欺师灭祖，严见淫邪无耻，你犯了这两条最最首要的大戒。周芷若，你还有什么资格张理峨眉派？周姑娘被逼得好可怜呐。交出掌门铁指环。不交，我不能交。你不交，我就以门规处置你。师父遗命未完成之前，铁指环我不能交，也不能死。各位师姐妹，你们都看到了，周芷若靠命判门。师父，弟子丁敏君要替您清理门户了。还我！芷若，你不要管我！不要！
你难道要这个无辜的人为你受死吗？你的良心会安吗？师姐，你放了宋青书吧，交出铁杵环。你放心吧，不会有什么事情的。我没有耐心跟你耗，不交铁指环就我给你。芷若，不能啊！你闭嘴。说就是要我，让我一个人安静一下，不要理我。芷若，你不要跟来。峨眉派，你不配叫我师姐。我已经把本派掌门信物铁指环都给了你了，你还不肯放过我。你不死，我容芒刺在背，寝食难安。师父叫我欺骗张公子，此事我原本就做不到。与其活着受那无穷折磨，还不如就此一死，一了百了，什么都不管，可以干干净净。你说什么？我一万念俱灰，你动手吧。好，我不会心软的。呀！弟子宋远桥叩见师父。起来起来。师父，你们
都回来了，平安无事的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师父。这次弟子被诏命囚禁在万安寺宝塔之内，虽然受尽了屈辱，但弟子绝没有辱没武当门风。好，很好。师父，这次多亏无忌出手相救，弟子们才得以安全脱身呢。无忌这孩子，我对他很有信心呢，他也没让我失望。今后由他掌管明教，我大可放心了。师父，经过此事后，六大门派都欠他一份情，他们对明教的看法也比以前有了更大的改观呢。大师哥，大师哥，哎呀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太高兴了。六弟啊，你能走动了？是啊，我之所以好这么快，多亏了不悔姑娘的照顾啊。好啊，你三师哥呢？他在屋里，因为他伤得太久了，一时还好不了。六弟，带我一块去看看你三师哥去。好。宋大侠，无忌哥哥他们呢？哦，你父亲和明教他们都回光明顶了，你无忌哥哥有事暂留大都了。哎，怎么不见青书呢？这孩子大了，不听话了。回武当途中，青书硬跟我吵着要去找芷若，我拗不过他，只有随他去了。看得出来，青书喜欢周芷若。其实，在光明顶的时候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但周芷若喜欢张无忌啊。大师哥，我不妨讳言直说了吧。我真担心无忌再发生什么不可预知的争端。这也是我最不愿意看到的。大夫，这贴药就麻烦您了。哎呀，公子，您这贴药我从来没见过，恐怕……没问题，您放心吧。啊，小赵，周姑娘，你没事了，你只是受了点风寒，待会儿吃服药，盖着棉被闷头睡一觉，出出汗就好了。你本来全身湿透，小昭帮你换了衣服。啊，你是不是在找这个？你记不记得汗水？我记得，我身中了玄灵神掌的毒，全身发抖不停，是你照顾我，还紧张的直掉眼泪呢。那时候你叫我什么？我好想听你再叫我一遍，无忌哥。芷若妹妹。我没想到你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，一直还保存得这么好。你知道吗？当我在看到这条纱巾的时候，我好想哭。虽然只是一个晚上，可是我会永远记得你对我的照顾。这条纱巾让我好感动。你是个重情重义的人。无忌哥，有句话我一直藏在心底，不管你怎么想，我今天一定要跟你说。我觉得我跟你好贴近，你我一定是前世宿缘，今生才能相遇。
其实当我看到这条纱巾的时候，我就认定了你。我这辈子心里就容不下任何一个男人了。我去帮你换毛巾。不要，你不要走。芷若，师父。芷若，我的话你怎么忘了？师父，我没忘啊，我没忘。我说过，不遵守诺言，我将变成厉鬼缠上你一辈子。不，师父，弟子一定会完成诺言的。师父你不要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你不要过来。师父，师父，如果你好烫啊，说不定是烫坏了脑子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朱姑娘不会说那些寒心的话。芷若妹妹。芷若妹妹什么时候变成芷若妹妹了？芷若妹妹怎么样了？她烧退了很多，再抓点药明天就好了。张公子，你不能再耽误时间了，你和赵姑娘有个不见不散之约啊。哎呀，都中午了还不来，张无忌是不是故意诓我？把我的芷若藏到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我，你不要跟我说你不知道，我一直跟着芷若，我亲眼看到你把她抱走了。我想追，可是，芷若妹妹她，周姑娘她没事。我约了人，我急着要去，等我赴了约，我会带你找周姑娘的。我不信，张无忌，你给我听好了，周芷若是我的人，谁也抢不走的。张无忌耍我，什么不见不散，谎话连篇，骗子，大骗子。好，没关系，张无忌，我们的仇怨可结大了。张无忌不是个言而无信的人呢，有事他一定有事耽搁了，他会来的，他一定会来的。宋师兄，对不起了。你的穴道半个时辰后自己会解开，是非得已，等办完事情后，无忌会跟你道歉。爹，
要出远门。爹，我要去哪里你从来不过问的。我不问你，是你身边带了一堆人，今天是你一个人，而且跟张无忌，我能不问吗？又是你跟我爹打小报告。明明，不要叫，跟我回去。爹，不准说个不字。回去就回去，反正他也不会来了。走吧。这下误会可大了。大夫，我这位朋友受了伤，麻烦您看一下。啊。芷若，小昭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周姑娘呢？周姑娘她。他要我把这个交给你。走了，芷若妹妹走了。似笑非笑的你，看着他凄凄哀哀，什么时候才走到是非之地？